这里是台东县达人乡排湾族的土板部落。你可能没听过这里，包括很多台东在地人也不知道。88风灾时，部落里唯一的连外道路中断，原本赖以为生的毛蟹生态产业，灾后至今也完全消失殆尽。现在路通了，毛蟹产业却再也回不来了。土板村里有个年轻人，眼看着部落人口不断外流，放下了在绿岛待遇不错的餐饮工作，回到部落，想要找回逐渐凋零的部落文化。哦，这个红鲤啊，这是我们部落的那个文化产物啊，因为它消失了好一阵子，就是外面的人很少人知道了啊。但是其实就我们部落一直有产物，只是说它的我们不懂得怎么去，不知道说它的价值营养价那么高，所以说我们都还是以小米为主啊。只是最近才发现说，那么多人都需要这个，那我再把它找回来，那重新再给它种植，那推广给部落的人一起去种，这样，因为大家都需要健康营养嘛。我是把它找回来这样子，对啊。红梨为台湾原住民族使用超过百年以上的梨科作物，种子含有高量的蛋白质、淀粉、膳食纤维，以及有机矿物质硒、锌、锗等。红梨处理的方式十分繁复，从田里采收回来，要先晒干。晒干之后要用手工脱粒，脱粒完后要继续日晒到完全干燥，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。目前鹿瓦种植的面积大约两甲，还混种小米、地瓜以及花生。为了能够永续的种植下去，鹿瓦目前采取的是无农药的栽种方式。接下来进入红梨处理的第二个阶段，使用脱壳机将红梨的内仁与壳分开，这样的动作大概要重复4到5次。脱出来的壳与一开始分离的金鱼叶还能回收当有机肥料使用。早期老人家都是将红梨加入白米一起煮食，现在台湾的生物科技发达，目前已有厂商开发出红梨面膜、红梨酵母等等，未来希望红梨能有更多的用途，部落才会有更多的发展可能。当更多的年轻人回来部落的时候，充满活力的部落自然能解决很多的问题。风灾摧毁了家园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透过产业拉近彼此的心，让家变得更完整。只要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，用爱来守护家园，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努力耕耘，保护好这片土地，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在这片土地快乐的成长与繁衍。上班了。会继续努力，让红梨梦不是梦，只要坚持，逐梦踏实。